大家好，我是年华。今天啊，在网上买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个圆的，一个是这个，都是非常有用的。记得在内蒙古的时候，当时啊，车里边全都是冰，我跟我爸呢，因为遮住视线了，我爸呢就拿了个东西吧，把那个挡风玻璃的冰啊给它刮掉，结果呢，把那个膜啊就给刮花了，就更影响视线了。我们把膜就给撕了。今天呢，我又买了一个膜，汽车膜，然后还有这个。这是雨门，也非常管用啊，窗户可以开一点，雨就进不去了。为什么不买个黑色的？什么是黑色的？这雨门黑色的，黑色的会挡住看啊，这透明的多好啊。透明黑。你这个车没有那个型号，小轿车的型号多。我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。这啥东西啊？当初撕下来那个膜，不是我这身边呢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会贴吗？贴这个膜吗？不太会啊。那你还不去店里贴？店里贴一个，咱们这么大的车，贴一个好的，上千。这么贵？一般的也得好几百，因为咱们车大，玻璃也大，需要的膜也多。不是，那你要是没技术，贴不好，不是白瞎折腾？虽然说没有这个技术，但是应该，我相信我能贴好吧。你有贴手机膜的经验？有，手机膜会贴。你把这拿出来啥意思啊？不，你把这个老膜拿出来啥意思啊？大家看看，这上面刮的，看到没有？咋刮这么大一个洞？这个撕烂了。那倒没有啊，我拿出来就是这个形状差不多，我比对一下。那不得拿到家里去画？现在已经完全撕开了啊！你的意思就是把那个膜，然后再复刻一个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就粘上去？要这么简单的话，那就没人去店里贴了，还得烤呢。烤是关键，因为前面那个玻璃啊，它是个弧形的，是个弧面，所以说你直接放上去也不行，还得烤。那我感觉你干不了啊。这好，你看看这多大，这个跟我一样高了，两米。老公，你这个膜多少钱买的？这个膜买的不到100块。那你要是贴成功了的话，不是轻轻松松省1000？1000倒不至于吧，省个几百块还是可以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要是贴废了呢，那咋说？贴不废，相信我，请你对我相信。不是，膜太大了。我选的这个颜色，大家看看怎么样？绿色。对，你能看见我能看见你，但是你看不见我。哎呀，这个是真是技术活啊，这东西这么长，你抽都没抽出好。看看怎么样？你咋越抽越长了？2米长买的，技术活。先不弄这个，先去把玻璃擦干净。这个是不是还得带回家割一个大小来啊？在外面割就行。这地上全是灰。把那玻璃擦干净，就放在玻璃上就行了。走，擦去。交给老婆。那么高，我爬不上去。等下我来爬。擦干净是最重要的，如果擦都擦不干净的话，就别说粘了。明白吧，就跟手机膜的原理差不多。那擦得干净？哎呀，那就是大概没有。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窗户这么脏会行？这真不行。这个先呲两下。这个有高度的活只能我老公来干了，我是够不着，是真够不着。咱们这个膜是贴到里边的，可不是贴到外面的圆呀。啊，在外面就是打个样，知道吧？
啥意思？膜是贴到里边的呀，不是贴到外面的。那擦外面干啥呀？擦外面你不得烤，你在里面怎么烤？是不是？在外面烤。膜贴到里面？对。这不太行啊，这。身高不够，跳上去，跳到车上擦。全都是这个树下面这个籽儿，全是籽儿，不好弄啊这。幸亏咱们家有个吸尘器，这个籽儿用吸尘器吸。这多干净啊！多了吧？嗯。这有啥就是方便了。好。这个车也没享受过，它的前挡风玻璃能用上吸尘器吸了。踩着这个，踩着这个，踩着这个上去。不行了，塑料的，一踩就断了。还得靠我圆圆啊！你看我圆圆飞檐走壁，我说错了，那关键时候还不得靠我圆圆。我咋下去？把毛巾拿过来，我再给你投一投。这玻璃会不会撑破呀？不会撑破，使劲撑。现在把这个拿出来。就可以贴了，这个可是有点难度啊，这个。你现在展开干嘛呀？地上都弄脏了。咱们也没有大桌子。回家，回家把它给铺开，给它剪了。那也不行。对着呢，放心吧。来来来，别着急。这个粘的在外面呢。粘的，对，粘的在外面。这我上得去，这还。你先不上。不是，还两个腿在那里架着。不用，来来，往那边去。好，好。对，就这样，放那里，看看。你这里多了好多呀。多了好多是吧？膜已经放上去了，我又拿了个毛巾啊，在中间擦一层水，这样就能粘住了。放上来之后就是不平，这个面啊，就是崎岖不平，就得烤了，烤是需要技术的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搁大一点。这不好割吗？开始不是割得很丝滑吗？借来一个热风枪加热，但是很难啊。按理是应该用那种像电冲电吹风的热风枪，但是我没有找到，没借到。这个风也可以。不，你烤完，这是实验是吧？对啊，我看看它是啥意思？160度，200度，看看。这不烤熟了？烤弄不好就烤糊了。
你不说膜贴在里面的吗？但是它现在弧度啊，你看都是这个不平，你知道吧？它没有办法平，怎么把它给烤平？行，我大概知道了。是不是要带个刮子啊？一边刮一边烤啊？也是，慢慢烤就能烤到这个程度。是吧？嗯。就这样子慢慢来，这东西是那个细活，急不了。感觉那个刮的一下就烤好了。现在已经初步成型了，感觉像那么一回事。就是这么多褶皱行吗，老公？褶皱没有多少。没有多少？这我眼睛，这是啥？那个是气泡。啊？不是褶皱。你满意吗？这之前的膜啊，现在派上用场了，我也不知道割多大，现在你看贴上去就差不多就这样的形状就行。这口饭是真难吃啊，你看没有个两三年的技术啊，都割不平，我该的割的弯弯扭扭的。反正别人也看不见。歪歪扭扭的，就是我。这回有模有样了，哎，那个洞不掏吗？啊，那个中间的洞，够不着，等一会儿下来再掏。大家看看里边，就这个样子啊，挺好的。把这个打开，放点洗洁精进去，来点吧。太多了吧？不多。里面擦干净了没有？我觉得干净了。你觉得干净了啊？嗯。那这些呢？那个不去。那这个呢？那个也不去。找个袋子吧。袋子套着，一会儿。不然的话不粘了。开干吧。嗯。胜败在此一举。接着我也不会呀、啊。好。等等等等，别着急。
烫，往后转。我湿快点还是咋弄？那慢点。是不是你边往上粘？刚刚我们四个手给它弄上去了，还差这么一点。你看没水了，倒点水。热得满头大汗，基本上是已经搞定了。大家看看，进来之后呢，用刀裁了一下，现在呢拿这个板子，板子刮的时候一定要套个毛巾，一定要套，不然的话不太行。把这多余的水分给它刮出去，干的也快，还有一些有褶皱的地方给它刮平。还要烤啊？还是有褶皱。这烤得很顺手吗？我好烤得小。你弄好啦？对，弄好了。就我的技术啊，只能到这里了。我感觉还不错，挺满意的。就等干了，里边还有点水，干了就好了。哎，就这样吧，圆圆。我弄不动了，你看看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圆圆，打起精神，最后一项任务没有了。你是粘的门上还是粘的那个上面？这个。我知道那个雨梅嘛。是粘在门上还是粘在那个上面？粘在门上了，它是不是有轮廓？你粘在上面门怎么开？粘了啊！我的胶，没有这个不行啊，这个粘不紧，双面胶。这不是人家设计好的这个双面胶吗？还用这个干啊？这不行，我以前就是这样的，面包车的时候，那风大风一吹它就掉了，所以说得到的经验。这个是你再多一层，多个保障。城市里跑跑没有事，你荒郊野外那风大的真不行。我到新疆的时候，那个风啊，车玻璃车都给吹翻了，把人家的车玻璃都碎了。好了，不行不行，失误了，粘了，咋了？失误了，咋失误了？这不是刚好吗？你看人家多挤。你要怎么粘啊？这样子粘。这和刚刚有啥区别？这东西啊，做的不规则，憋着劲儿的。我干累了，你看太阳都下山了。拿个刀把这个割了，太长了。哎呀，割不动了，太硬。
硬了，这塑料。那就不割，我就怕你待会这个刀尖碰了这玻璃，把玻璃给摔了一块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直接给，哎，这不就紧了？不，那这卡的别在这黑的上面，这回行。好了，现在这天也黑了，今天贴了个膜也省了钱，晚上呢把这给消费了啊。咱们来吃个牛肚。好了，让他下。下。用筷子夹着下呗。我都洗了手。来一盘子牛肚下进去。来，朋友们尝一尝。味道不错啊。放辣椒吗？你想放辣椒油啊？